你们家有空气炸锅不？我妈妈今天买了鸡腿，我想炸。你想找我借啊？那找我借可以，待会儿要给我跟爷爷一人吃一个鸡腿耶。没问题，还要说呀。我这给你拿啊。帮你。帮我呀。男生婆婆。男生婆婆在休闲。在打游戏。他在做坏事。对。倒车请注意。哎呀。倒车请注意。你要炸鸡腿呀、啊？炸鸡腿吃好不好？姐姐吃不？好呀，刚才我跟姐姐约定的。对。你今天是唐大师哎。那我先回去熟了要怎么样？这样给你送过去。好，拜拜啊。拜拜。你这是糊了吧？谢谢啊。啊？干嘛？我要看你吃，你吃了我才吃。哦，要不你先尝一口。刚才吃了这个的。好吃吧？好吃。香哎。姐姐记得跟你说我和爷爷游啊，我走了，不许偷吃。